以前我可对你真不薄啊，你现在跟我玩人走茶凉是不是？你说这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兄弟，你至于吗这么认真？班长，这你都能听得见啊？他耳朵灵着呢。黄宝贵、石磊，虽然咱们是一个排的兄弟，可是现在是军事演习，确切的说，是你们在考核。临出发的时候，连长可是三令五申，谁要是不把演习当回事儿，犯了错误，立马滚蛋。这样吧，也别说我们不讲究，你们俩赶紧回去，我们就当没看见你们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哎呀，还真是人走茶凉了。啊，得，我们兄弟领情了。水呢？得给一壶吧。班长，算了吧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咱们是协助部队，何必呢？给他们。宝贵司令，接着。快点。给俺喝两口吧，你。给，大半壶呢。看来啊，他们还真是渴坏了。放着好好的警卫连不带，非要去那个地方受苦，自找的。好歹不用总院，我听说石磊最担心总院了。听说过，他有个倔爹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还是兄弟，兄弟，那个把壶还给你们吧，啊，来，接着啊，接着，哎，你扔准点啊，这回准了，嘿。好意思骂人？我在的时候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警卫连，警卫连，你们责任重大，是敌是友都分不清，你们就这警惕性？演习就是实战，这个道理还用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吗？哎，算了，那个宝贵他脾气有点暴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放心吧，就今天这个事儿，俺们哥俩肯定不往外说，对不对？咱们还是老战友，石磊，要光是黄宝贵儿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我是看你平时老实，我俺是实在，可是俺也不傻呀。不要等着我。他们都阵亡了，你来跟警卫连长说吧。石磊，你说吧。你说，你跟连长熟，你说。连长，俺是宝贵，俺是石磊，俺是石磊。石磊，俺这才走了几个月，你就听不出俺动静来了？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会是石磊？李小春呢？报告连长，李小春刚刚阵亡了，他的据点也被我们刚端了。连长同志，这下回再说吧。完了，俺又得罪人了。撤了。
大哥，你出发吧。走。哎，那司令火呢？哎，啊。指挥部，指挥部，呼叫指挥部。